马爹利创立180多年后，韦特兄弟发明机动飞机，这项是人类智慧累积的成果，选自马爹利家族早年珍藏的名士马爹利干邑，被誉为创世之作，同样是智慧和经验的结晶。韦特兄弟的卓越成就影响深远，马爹利干邑艺术同样世代推崇，名士马爹利干邑创世之作，智者之选。